来自美国的选手约翰·维尔。这名选手呢，身高是1.72米，19岁，预赛当中排名第13位。这个运动员我觉得面孔很生疏，显然他是一名少年运动员。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这套节目是最干净利落的一套节目，所有的跳跃旋转和步伐都那么干净利落，从他的姿态、扶足的位置和转体动作的用刃方方面面来看，动作做得非常规范，能说明这个运动员也是经过化学方面非常规范、非常系统的训练出来的结果，所以我觉得他这套节目应该是最好的一套节目了。虽然难度并不是最高的，但是节目的干净利落程度、完整性和表达，以及动作的规范性，各方方面面都很完整。确实，他的表现很精彩，现场的观众也是给予热烈的掌声。这名选手呢是12岁以后才开始学习这个花样滑冰的，应该说也是起步比较晚，太晚了，应该是。他呢是在电视当中观看了花样滑冰的比赛，从而呢立志去学习。但是呢，他可以说，按您所说，可以说是有一定天赋的运动员了。他呢在2001年的时候赢得了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。
2001年世界青年锦标赛我没有去参加，所以不太知道。但实际上呢，这次我们从这个大会给出的电视信号上，给每一个运动员的这个年龄啊，应该说他打出的年龄都比运动员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岁。因为我们这里面拿到的是他的出生的年代，是84年出生，我们可以准确的算出他是20岁，但是他给出的呢是19岁。其实在前边呢，一直这些运动员的年龄呢也都给的是年轻了一岁。他是1984年7月2号。对，哦，这涉及到一个国际花篮的习惯了。嗯，国际花篮一般是以每年的7月1号作为界限。啊，所以说他是按照这个来算。对，一般计算年龄都用7月1号作为一个界限，从7月1号到第二年的6月30号作为一个赛季。嗯，等于就说不是按我们所说的年份，而是按照年中间这个赛季来判断他的年龄。所以我们以后播报呢，还是给大家来报这名运动员的出生的年代，这样也比较准确。比较准确，对。哦，他的这个积分上升到了第一位。很兴奋。他的教练员是希尔。